起，我就有打电话给台湾的朋友说，反正我盲肠炎，我说我让他坐飞机，他不能坐飞机，坐飞机等下盲肠会爆掉啊！真的，气压不对的话，有的时候可能你痛到腹膜炎的话，你下午一直痛，他说你要小心，我说好，我知道。然后呢，一进机场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推轮椅进去了，那就到贵宾室嘛。贵宾室他们说，罗姐你肚子还痛不痛？我说当然痛着，你一定就是饿。还是我吃，发烧包、莲蓉包，这个这这这样子，你还吃得下？对啊，我还正吃，吃完了就抱着肚子，然后上飞机这样子，然后放他微波来，我讲盲肠，我就说发烧发烧，因为我怕说盲肠他这样不让我上飞机，发烧，烧得头晕脑胀的，然后一坐下来一看，哇，旁边这个男人怎么这么帅，真帅，哎，不能跟他聊天，就痛到下飞机，我朋友已经安排了救护车在等我，然后那个。哎，那个是春节的时候，4月1号开始放什么什么节，所以大衣真的走光了。放春假，愚人节那种什么春假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到了台北已经大概晚上12点多了，冲到医院1点多，医生已经准备好了要给我开刀，盲肠全烂，就然后都是要开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讲说，好，我们先要麻醉，你刚刚有没有吃东西？哦，我有一点点，很多一点点是什么？叉烧包、莲蓉包、虾饺、烧麦，这是炸一点点。麻醉不能吃了，对，然后他说，那你就不能麻醉，我已经。不能麻醉，不能麻醉，怎么可能直接这样开膛手术吧？那你就要就怎样叫活活痛死开那种？对呀，这真的吗？他说我先给你打一针什么你会睡觉的针，然后我再局部麻醉帮你开这样子。所以我不是全麻，而且但是问题是你打那个时候也很贱，要拱起来打鸡嘴。对啊，我跟你讲，拱起来打鸡嘴，这伤来伤鸡嘴伤得好深哦，就是没事我一告诉你就鸡嘴痛。腰酸的，可是你说有时候是自己觉得是怎么样，然后医生帮你诊断是怎么样，但是如果小孩的性别如果看错的话，有些人会很火，因为我本来都已经预期是什么样了，结果把我看错，你说你们家小馒头本来当初检查的时候是个男生，他是手指头放在那边吧？我不知道，他一开始就照超音波什么，医生就100%说男生，恭喜你什么的，是不是在早期前4个月的时候？对，就很早啦，4个月前，对，然后他就说确定是男生，我说啊，因为我喜欢女儿，不是，因为我有点体质啊，我看得到未来了，所以我女儿以前来找过我，我刚认识我老婆以前就来找过我，所以我很确定我是女儿，所以女儿当然比老婆重要了，也不是这个意思，然后医生跟我讲是男的啊。那就男的吧，然后就这样了。然后后来，可是他到了几个月之后，他有一次就我还是陪我老婆去产检，然后呢他去，然后那个医生那天就是坐立不安，一直在那边讲说李大哥，我什么东西啊？你怕我紧张了？你说你知道吗？在你还没有去以前，那个医生在那个诊疗室里面跟护士说什么？等一下李罗要来了，你帮我准备好一张纸，我要写遗书，万一有三长两短。我真的吞吞吐吐，可他越吞吞吐我越换我紧张，我说怎么了？越不爽吧？我太太怎么了？对，换我紧张了。我说你怎样？他说你什么啦？我就问你就别再吞吞吐吐，我说到底怎么了？他说你的就是是女生。我高兴到整个从椅子跳起来，一跳起来就不要打我，不是我跳起来，他也跳起来，当然他是往后跳起来，哎呦，真的，可是我真的好高兴哦，我跟他谢谢，他是在那边站着那边吓的，不是，不是，应该是你一跳起来，他马上跪下去。不要打我！李大哥，你如果这样子，人家有跳起来反应，应该是正当防卫。可是我真的好高兴哇！不是这种状况，你可以想象出来吧？如果你们大家是那位医生，你要跟李罗讲这件事，对呀，他没有想到他不是一个重男轻女的人。对对对，那请问你第二个是儿子，你也有预感哦？没有，第二个完全没有。第二个是反而是奇怪的。对，第二个就是我是无没有预期的，可是我是走到哪个地方就莫名其妙，说比如走到这间很大的宫庙。哦，那就有一个好像就会有个某个师傅，某个大师就过来讲说，你儿子来找你了。哎呦，你碰过好几个，对，就
在那个时间，然后又到了不同地方，就说高雄的什么，然后遇到人，又遇到又高人，嗯，要不要来喽？他也不知道你老婆怀孕，我根本就我也不知道老婆会啊，完全没有怀孕，还不知道，对，他就提前告诉你说要来喽，说我真的假的？我想没有，我会真的有人。你刚刚讲说你曾经梦过你女儿来找你嘛，对不对？是啊，那你会看得清楚她长什么样子吗？什么？我非常清楚。对啊，你这个长什么样？对，哎，她差不多她三四岁的时候了啊，真的？她那时候头发卷卷的，然后。不到三岁那个样子，然后穿个白色洋装，然后头发还有刘海这样，那跑来，他跑来找我，然后他看着，他说爸爸，我说你叫我什么？他说爸爸，啊、我说哦，我还注意看他的脸，你知道吗？看得一清二楚，把他样记得一清二楚。后来那时候就后来去睡醒了，睡醒了，可是说我的女朋友不是我现在的老婆。然后我就跟女朋友讲了，对，我说对，你以为本来，然后呢，你跟他讲，对，我想说，哇靠，我女儿找我，你知道吗？我把那样子描述给他听哦，你疯了，怎么不太像？你真的，他就马上说，啊，不是我，没到没有，他说真的假的，真的假的，我们还在讲了小朋友的那个，那后来当然结束那段恋情，后来我又娶我现在老婆，那这样子，结果那个我女儿生了之后，然后后来就有，然后他也问我说，哎，那就这样，是不是那个？是不是你当初看到？我说对。哇，好厉害！可是我有一次做了一个很糗的事情。我第一次去垦丁的时候，是我朋友他们就垦丁饭店开幕，他就请我去，那就有按摩的，有没有？油压呀什么的，放松啊，筋骨这样弄啊。我想说这个就是 chiropractic 的治疗。然后呢，我有一次真的伤到了，那就会去不是大正规的医院，是那种就是什么整骨啊，哦，民俗疗法，对，民俗疗法，对。我一想，哦，大概也是要脱光吧，我就噼里啪啦拆了破，脱了个精光，剩一个内裤，然后胸部还压在那边，等他进来帮我弄。然后那个医生一进来，哎呦，小姐，你快把衣服脱了。结果他是做什么的？看人家这个搬来搬去的，这个不需要的。我以为反正一做这个就像拉了筋了，我去，其实他应该很开心。对，我还好害羞，我在趴的时候，他把那胸部瞧了半天，把它贴紧了。那医生进来，我说他，哎，你在干什么？你赶快把衣服脱了。再转一遍，进来的是个男的。好尴尬，你真的好尴尬。是哦，要不我就继续按这样子，真的，文美真的，他现在他可能也在跟人家讲，我跟你说，上次按摩碰到一个明星，他叫罗美美，他一来他不是整骨，他就是那个样子，他以为他喜欢参加天体，那是20多年前的事情，现在这么笨的了，对啦，那时候身材正好，他应该身材。不过其实我们讲说，如果真的想生病的话，其实会不会有人觉得自己万一病到不行了？然后看错，只是一个普通的病，然后觉得这种恐惧病症很多。我们如果在广播节目都在做医疗单元，如果我们讲青光眼，就会有1000个人怀疑自己得青光眼。那如果呢？我得了这个，比如说有一点心脏痛，一边在听到哈，在讲那个什么啊，心脏血管硬化，我会觉得。比如刚刚讲的时候，我也觉得我喘不过气来。对，但是有一种人呢，他其实是精神上的问题，他误以为是身体上的问题。你老觉得你时日不多。不是，是我一直觉得我就是心脏呢会喘不过气来，然后我会就是那个指甲如果没有擦指甲油的时候，它会变紫色会发黑，就血液没有办法循环，对，没有办法循环，然后会像小针这样刺刺刺刺刺。你这应该是强迫症，没有，接下来就像心脏病，对，真的很像心脏病，因为每一次发作的时候就是。不能动，然后就心会绞痛，就像您送过急诊好几次，然后每一次，而且是凡哥把你抱过去，对不对？对，他已经都吓到，就是说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他是吓到还是笑到？他是吓到，就我的保险没有买那么多，是他。我跟你讲，如果保险多，他是笑到，都太高兴啊。就可是每次送去医院的时候呢，那如果说是急诊的医生，他就跟你讲说啊，你这个可能是太累或者是怎么样，你可能就要多休息。后来人家就介绍我说你要去看名医，心脏科的名医。
啊、哦，那很院长啊，都很厉害，对，超音波检查，啊，就照啊，照了一堆，还叫你跑步啊什么，嗯、对， 对对，就跟你讲说啊，你这个是那个二尖瓣摩托锤，哦、对，对啊、哦，所以就锁臂不全什么之类、嗯，所以你可能会造成这样的，然后就让你吃心脏的药，嗯，那个心脏的药一吃下去，就是会让你心跳变慢，嗯，哦，你知道我整天就是好像痴呆症，吃了以后，我老公问我什么，我都说。好啊，可以啦。他就说有一个，他跟我讲说，我觉得不太对，我觉得你确定你要吃这个药吗？我说怎么啦？我觉得还蛮开心的。那你吃了这个药，感觉到好像比以前更严重。但是你老公应该很高兴，因为你那段时间也不会骂他，也不会烦他。对、嗯，可是那时候他比较担心的是，因为我只要有关系那个药是凡哥叫医生开的。后来凡哥自己反省，于心不忍。真的，后来他就觉得说，我怎么反应越来越慢？嗯，而且很多事情记不起来，就是很慢，就动作变得很慢。他还想说不对，他说我觉得你可能要再去看一下医生。我觉得那个药应该给我吃一下，我这么、哎、对对对对，什么都快吃也慢，什么都快的。我那个整个动作放慢，其实那个对我是有好处的。嗯。后来呢，就我妈说你这样不行，你要去更大的医院。她说你要再去做一下检查，你这样好像不太对，因为我还是会犯。就去了那个医院，经过一个长辈，那他也是以前的副院长，他是内分泌科，他经过，他看了我一眼，他说你在干嘛？我说没有，我人不舒服啊，那个心脏病。就他看了我半天，他就把我手这样拿起来，看看我手指甲，好奇怪啊，然后再看，他说哦，那个发展整精神科。